来到八卦娱乐圈。在此次新浪扫楼活动中，周深深着一套简约而高级的黑白配色服装，风格简洁却不失大气典雅，与星光电梯内的氛围相得益彰。他的整体造型不仅展现了他一贯的时尚品味，还将他阳光开朗大男孩的形象完美诠释出来。在灯光与镜头的捕捉下，周深的笑容宛如阳光般温暖，整个人在电梯内显得格外明亮。粉丝们纷纷表示，周深真的帅到让人心跳加速。这次活动不仅展示了周深的时尚感，更凸显了他在多方面的才华和魅力。此次音乐人计划是周深首次参与新浪扫楼活动，他在电梯内的表现如同在舞台上唱歌时一样，充满自信和魅力。更有粉丝激动地表示，电梯都因为周深变得星光熠熠了。毫无疑问，这组电梯大片将成为周深又一经典形象的标志。周深的神图一经发布，便在各大社交平台引起了热议，粉丝们争相收藏，掀起了一股电梯大片热潮。毫不夸张地说，周深这次的新浪扫楼首秀不仅让他在音乐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也在时尚圈和娱乐圈内掀起了一阵新的热潮。他的阳光男孩形象不仅征服了歌迷的心，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与喜爱。随着这次新浪扫楼活动的成功举办，周深又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无可替代的影响力。未来，我们期待着周深能够在更多领域继续发光发热，带给我们更多惊喜与感动。有业内人士评价，周深此次成功闯入了全新的时尚赛道，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多元领域的出色表现，而他的谦逊和努力也再次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喜爱和支持。随着此次活动的圆满结束，周深再一次用实力和魅力征服了广大观众，也为音乐人计划打下了一个精彩的开端。相信在未来，他将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阳光大男孩在音乐和时尚道路上创造出更多的辉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